陽光接跑一小時又同大家見面啦。冇錯啦，我希望你兩個咧拎隻手出嚟。我哋手握住手一起看呢個陽光接拍，向前邁進好嘛？好啊，就依件佔便宜啊嘛，係咯。咩佔便宜啊？手握住手係一種愛嘅表現嚟噶嘛？你知唔知啊？哇！真係辱罵，我未聽過添啊！用辱罵嚟話愛，你知唔知愛幾偉大啊？如果冇咗愛嘅話，你啊同埋你啊，尤其是你啊 ，NG 十幾次啊，導演唔鬧你啊。如果冇咗愛嘅話，點會有我存在？我送花啊、斟茶遞水嗰啲，全部都有愛先會做到噶嘛。冇愛啊，點會有呢個人存在？冇愛點會有佢？講完未啫？我哋未飲過你斟嘅茶，真係仲講咁耐。唔好聽佢講，我哋睇電視啦。今日咧就會繼續介紹呢個法國嘅風土人情㗎。係講起國家，應該有愛啦。冇愛點會有國家？冇國家點會有民族？冇民族點會有呢個？你瞓覺啦嚇。大家睇電視啊，放眼世界。坐落喺巴黎第四區嘅市政廳，一向俾人嘅感覺都係好莊嚴嘅。不過今日喺呢度咧就充滿咗節日嘅氣氛，因為一年一度嘅侍應生大賽好快就會喺市政廳前面開始噶啦。參賽者係要單手捧住一個放有一個酒杯、一樽酒嘅托盤，行一公里之後再接翻去市政廳嘅。不過最緊要咧就係參賽者咧唔准奔走，跌咗嘅話咧就一定要再執翻好先至可以起步嘅，否則咧參賽資格就會被取消噶啦。嗱，而家佢咧就喺度做緊熱身功夫啊，同呢杯熱身，因為驚佢跣啊嘛，所以摸一摸佢先。哇！啲女仔嗰啲衫好鮮豔啊，我諗我襯一定好靚嘅，係咪咧？好齊整添啊，仲。嗯。得閒咧就趁住機會嚟睇下啲人比賽，其實都好好嘅喎。唔使啊，我哋而家即刻就有得睇啦。不過好可惜啊，嗰日嘅天氣咧就唔係幾好啦。當比賽開始嘅時候咧，就一直落住大雨。不過都好彩，啲參賽者都好有體育精神喎，冒住大雨勇往直前，爭取勝利啦！哇，你睇啲旁觀嘅人幾熱烈支持佢哋，一個個拍曬手掌啊！好啦，亦要喺呢度介紹一下啦。其實咧，能夠參加呢次比賽嘅侍應生咧，真係非同小可噶啦。他們首先要擊敗自己餐館的同事，然後參加區際的選拔，最後才可以入選這個巴黎的大賽。而最滿足相信都是得到冠軍，代表國家參加世界性的侍應大賽。在法國哥德式的建築到處都可以見到，用大石建成的堡壘、教堂，一般的法國人都以為是權力的象徵。不過發生在1337年的百年戰爭就結束了哥德式建築的黃金時代了，而代之而興起的呢就是羅馬式的建築。不過巴黎聖母院呢依然都是哥德式建築的表表者。巴黎聖母院坐落在塞納河的中央，在中古世紀時代就一直是教會國家的權力中心。1804年那時拿破崙就在這裡由當時的教皇皮爾士七世主持宣誓，登基成為法國國王。另外在聖母院前面的廣場就是愛來量度巴黎和其他省份距離的一個根據來的。其實對於遊客來說，巴黎聖母院吸引他們的地方就是教堂垂直式的建築，教堂裡面五彩繽紛的玫瑰窗，給遊客買紀念品的地方。當然大文豪雨果所寫有關聖母院的故事中流陀客，也是吸引遊客參觀聖母院的一個大的原因。庞比道中心就在1977年落成的，就是纪念法国总统庞比道。它里面除了有当代展品的艺术馆之外，还有推广市容、改善生活质素的展览场地，可谓集科技和艺术于一身的中心来的。